今天我们到菜市场了啊，咱们买个鸡大腿啊。大哥，给我拿一包鸡大腿。他刚到家里。哎呦，给我便宜点啊。常来别整太黑了，兄弟们。过年忙吗？忙，忙好的哥。恭喜发财，过年了啊。OK。大姨，快来鸡大腿，大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胖子阿谦。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道啊，香辣火锅鸡。咱们不做麻辣的，今天咱们做香辣的啊。花了70元买了一包鸡大腿啊，必须得用鸡大腿做啊，因为它吃的嫩啊，不柴。今天呢，怎么说呢？啊，胖子阿谦祝愿大家新年快乐啊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牛年牛牛牛发大财啊！今天是小年，阿谦在这里给你们拜年了。咱们今天给那个鸡腿改个刀，块稍微大一点啊。配菜啊，主要是白菜。还有我们东北的干豆腐啊，然后这个小红干辣椒，小红干辣椒我们用水泡一下子啊，太干了，一炒就糊。然后葱姜蒜啊，白菜改个刀，我给它去掉，从中间断开，咱们直接切就可以了，稍微快一点。改成窄条，咱们长一点没毛病啊。再来一刀，切成窄条。改好刀的鸡肉，咱们清水清洗干净啊，然后再把配菜清洗一下，打个水焯。洗好的鸡肉，我们打个水焯，冷水下锅，加入葱姜蒜，高度白油去腥。咱们一定冷水下锅啊，有效的去除这个血水啊。如果要是开水下锅的话，血水焯不干净。今天的视频讲解的详细一点啊，用清水清除出沫。起锅烧油啊，下入葱姜蒜爆锅，下入十三香。下入啊，用水泡好的干辣椒，干辣椒太干了啊，一炒就糊，所以说我们呢就用水泡一下。最主要的下入我们调好的料汁啊，干锅酱、香辣酱、郫县豆瓣酱，炒香。咱们把这个料汁一定要炒香。今天我们做的是香辣火锅鸡啊，朋友们，所以说呢离不开辣酱。下入啊，我们这个酱油、蚝油从锅边淋入啊，白糖、郫县。椒粉去腥，鸡精、味精调个口，加入少许清水，加入我们的配料干豆腐，加入白菜，点点老抽上个色，朋友们啊，今天阿谦做了一个香辣火锅鸡啊，看一看。因为什么做这个火锅鸡呢？因为我在探店的时候吃过，怎么说呢？我感觉我做的还是比较成功啊，非常的有食欲。看一看，用的鸡大腿啊，吃起来非常的嫩。泡就完了。嗯。哎呦，好辣呀！阿谦的福利见长。吃肉不吃蒜啊，香味少一半。这里面的配菜有白菜，有干豆腐，哇，嗯，好棒的，好吃，哎呀哇！按照阿谦的方法做，绝对好吃啊！啊，这才叫香辣开胃，我跟你说吧。哇，漂亮！嗯，咱们用这个鸡大腿做，真的肉特别的滑嫩。你这么说。大腿又多，看阿谦的视频能给你带来食欲的话啊，是我们两口子的荣幸。有食欲的咱给扣一，没食欲的咱给扣二，反正都是扣。上手吧，好啊，哇，真是香辣开胃呀、啊！我感觉我做的比那个去吃他们家的还要美味。
店我想吃啥不用去饭店了，我点菜就行了啊。对呀、啊。家有这么会做菜的一个大厨，不用白不用，是不是？夸奖我了，是不是？你夸我。一块我就飘了，咱们这里面可以上点青菜啊，但是今天家里没有青菜，有肉就行了呗。嗯。哇，还不吃？超棒，自己给自己点个赞。想吃干果酱，香辣酱是必须的啊！开不开胃？今天没给我整芹菜叶了，忘了。看着你端一个，一锅鸡就上来了，这块不吃了。太开胃了。好了，朋友们啊，此期视频到这里了，喜欢阿谦的点关注，非常的感谢你们，哇，太爽了，今天这顿饭吃的，支持一下阿谦，谢谢你们，拜拜，新年快乐，拜拜，新年快乐，发发发，牛牛牛。